今天为你分享的文章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好运气。贝西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年女性，因为始终不懂如何经营长期关系，离婚了三次，生活多了几分潦倒。某次因为从每天必经的垃圾堆捡回去一幅别人扔掉的画，她本是一片黑暗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摇身一变成了周边少有的富人，打工人小布因为生活拮据，只能和男友合租在一个10平米的小屋内。这天他们奢侈了一把，去公园内的一个付费挖矿体验区，看能不能挖到什么宝贝。没想到的是，小布真的挖到了一块闪闪的东西，一下从一介平民变成了富裕的中产人士。看完这两个真实的小故事，底部有很多人疯狂留言，为什么他们命这么好呢？什么也没有做就拥有了百万资产，从此生活扶摇直上，人生走上巅峰。当看完这些幸运而完整的故事，谜底慢慢被揭开，原来能被幸运之神眷顾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些看起来离奇又刺激的暴富故事，都在 B 站评分高达 9.5 的纪录片《暴富生活》当中。纪录片中有一位厨师名叫查理·艾尔斯，他原本只是一个洗碗工，有着自己的平凡志向，成为一名让人满意的厨师，做出可口的美味。后来经过他自己的努力，他确实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一家富豪家里，做起了私人厨师。但因为富豪对他的菜总是挑三拣四，并常常在旁边指指点点，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不久查理就跳槽去了一家公司给员工们做午餐。刚进入这家公司时，他发现员工们每天都在玩，他开始担心这家公司发展不长久。但他也没有过度焦虑这个问题，而是一心一意地为员工做好每一顿饭，踏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因为午餐做得很用心，很多年都上榜员工留恋公司原因 TOP 10榜单的榜首。除此之外，令查理意外的是，公司也没有像他曾认为的那样解散或者是倒闭，反而越做越大。老板为了表扬查理，给他涨了工资，最后还分配给了他10,000美元的期权认购股份。没过多久，公司就凭借自己的规模成功上市了。这家公司就是迄今为止仍被众多人所熟知的超大型搜索引擎公司谷歌。而查理当时用每股 1.4 美元买下的股份，短时间价值就飙升到了1000万美金。查理霎时从一个普通的厨师变成了一个千万级的富人，这让他惊讶到难以相信。因为他故事的传奇，他还受邀知名媒体的采访。这种从天而降的暴富，难道真的只是查理的运气好吗？说到底，他自身的原因同样不可或缺。他没有因为公司小而糊弄自己的工作，仍然专心地为员工做好午饭，这些都是好运气的源头。如果查理对自己的工作应付了事，那么他做的午餐就不会被员工喜爱，同样也不会得到公司老板的认可。他的好运气是他的勤恳和认真的另一重身份。没有前面工作的踏实，就没有后面奖赏的运气。生活有时候会戴着一张面具，在我们低头努力的时候，命运在偷偷地帮我们记录成绩。也许我们眼下看不到，但等收获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会会心一笑，并且和命运来个击掌。正如作家叔本华所说，只有知道了书的结尾，才会明白书的开头。只有看到命运的嘉奖，我们才明白付出的含义。没有凭空产生的运气，运气藏在日常的行动里，也藏在日积月累的前进中。纪录片中还有一个小伙子，名字叫做奥比。奥比在19岁的时候，因为被人陷害蒙冤入狱，在狱中待了足足有17年。中间他一刻没有停止为自己维权申冤，他写信向相关部门要求再次审查此案，一直和现实抗争。终于在他刑满17年时，检方认定案件的关键人在当初做了伪证，奥比是被冤枉入狱的。从入狱前的青葱少年，
到现在历经漫长维权斗争后的中年人，奥比这一路的辛苦和曲折，离不开女友迪尼斯对他的坚定的守候。两个人从小在一个社区长大，彼此非常清楚对方的为人，所以当迪尼斯听奥比说自己是被冤枉的时候，自己非常的相信他，甚至在狱中表示说想和他一辈子在一起，会一直等他出狱。因为迪尼斯，奥比有更强的动力坚持深渊。信任是一种兜底的安全感，是一种我愿意和你站在一起，给你力量。等真正的深渊成功，同样还是在迪尼斯的帮助下，奥比才逐步融入社会。奥比在出狱之后也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向政府申请因为含冤入狱而应有的赔偿。申请之路又走了四年之后，奥比终于获得了一份和解金，这份金额高达830万美元，是加州最大的一笔和解金。一时间奥比成为了百万富翁，这在之前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奥比拿到了这笔和解金，首先是改善和女友的生活条件，他很感谢女友的不离不弃和无条件的帮助，除了换一个更宽敞的房子，提高两人的生活质量，剩下的钱奥比没有挥霍，而是成立了中途之家。这是一个专门为出狱人打造的机构，可以帮助刑满释放的人更好地过渡到社会中，不会出现一时间无法生存的情况。面对可以让自己一辈子衣食无忧的巨额钱财，奥比没有被其裹挟丧失理智，而是秉着一颗善良的心去回报和感恩。他的心里还装着别人，之后的奥比和迪尼斯心底都带着一份知足，相信他们的以后会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越是关键时刻的价值选择，越能展现一个人的品性和良知。一个有着感恩之心的人，是被周围人信赖的人，因为深信深情不会被辜负，同样这样的人也会得到别人的支持。在大起大落中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日后也不会轻易走入生活的沼泽，这就是一生的好运气。网上读到了一个真实的普通人的故事，从他的故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平凡人的好运气的确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张红军出生在70年代，他记忆中的小时候家庭条件并不富裕，但在家人的陪伴下过得是很快乐。但不幸的是16岁那年，他的母亲因为疾病缠身早早的就去世了。为了还给母亲治病欠下的债务，支撑起这个家，年少的张红军不得不辍学开始务农。一年暑期因为天气炎热，在喷洒农药的时候，张红军不小心农药中毒昏倒了过去，后来幸好被人及时发现，才没有发生什么意外。醒来之后的张红军彻底想通了，他不能再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把年轻的自己埋没了。春耕之后还有秋收，田地永远种不完，可是趁年轻拼搏的机会却很短暂。把家里的农活归整以后，他选择外出寻找机会。1994年，张红军背着自己简单的行囊，从农村老家去了大城市，谋了份差事。从事的岗位虽然是最基层，但工作时间，他从来没有停止给自己充电，即使收入微薄，也愿意倾其所有，武装自己的大脑。短短几年，张红军就从基层岗位，到拥有自己的一张办公桌，到总经理秘书，到现在的部门经理。他的进步远远超过了同龄人的速度，当然他现在的成绩离不开自己深夜挑起的那盏灯，对得起无人问津的那些岁月。每天下班之后，张红军不会跟随其他同事出去闲逛，而是闷在屋里看书学习。工作上遇到不懂得的知识盲区，也会带着虔诚的态度向长辈咨询，然后再花时间自己消化，直到彻底弄懂。正如他的同事对他的评价，敏于行而讷于言，把所有的想法和追求沉浸在行动里，让结果说话，而不是每日去夸夸其谈，说很多无用的话。这样踏实前进的普通人就会迎来自己的好运气。
好运气不一定是捡到天上掉下的馅饼，或是中了大奖，只要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儿，跟随内心做正确的事儿，好运气自会到来。一个人端正的德行可以给他带来好运气，而一个人运气好，说明这个人的品行不会差到哪儿去。踏实做事，认真做人的人，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好运气。我们常常期盼自己可以拥有好运气，能让自己免于生活的劳苦，殊不知运气也有自己的重量。国外有一项研究表明，三分之一的彩票获奖者在中奖后3至5年破产。巨大的诱惑容易冲昏人们的头脑，突破人们的生活边界，以至于越陷越深，刹不住车，最后深陷桎梏。最安全的运气也靠的是自己，运气不会凭空而来，而是从自己来。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磕磕绊绊，但从不放弃希望，保持乐观向上，运气就会被我们吸引而来。在平淡的日子里，默默做好本分内的事儿，不怨天尤人，不投机取巧，这就是酝酿运气最好的土壤。做好正确的事儿，就能静候运气的到来。